三小只合体时的王源。哎，我说的就是你，打伞的那个，你给我唱啊！就是你，看什么看？啊，其实因为从小就看《快乐大本营》，就感觉像是一个传承的感觉。那小源呢？从我还没出生。还没出生。还好，没事。什么时候轮到你开头了？什么时候轮到你开头了？三号。哟，阿格里，你丑，你啊，你丑，丑，你丑，你丑。当王源一个人。开玩笑，我沐晨可是号称北陵境第一铁汉，这是我的私人物品，我不会给你看的。哎，这，你看，这里面只有零食。现在我可以吹到云里了吗？就算饿死，从这里跳下去，也不会吃你们一口东西。真香。谢谢你们。你要说谢谢你和他，不过他没什么好写的。不过他没什么好写的。嗯、拜托，血神族很丑的，你看我像吗？你是第一个不惧怕我的人。